跳点。没有，你写错就好，我来跳點。哦，真的吗？好吧，这怀秋跟我讲的，就是其实他说分解动作就是上半身，上半身洗完澡之后要擦毛巾，怎么擦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，下半身很简单，就是你知道我们的民俗传统技艺里面的一项。踢毽子，踢毽子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不要怀疑。那现在把这两个合在一起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配上音乐之后呢，就可以得到很帅气的无影脚。原来是这样。